哎，宝宝，一、二、三，给了你几张？一共有多少？嘿，我拿走三张，那剩几张？那把五张都拿走。哎呦我的妈！十块钱给大家倒一个。二十。好吗？五十。来，你说。那些啊，都给你了。够了吧？你见过不给钱不吃饭的猫吗？反正我见过。我以为给一张就能好好吃饭，没想到我又给他一个的时候，他又不吃了。这是养了个什么玩意儿？我再次递给他一个，一动不动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哎呦我的妈！快来，坐，你坐好了，摸摸手，换一个，好，来趴下。给大家来个剪刀手，真棒，谢谢，恭喜发财，真费劲的，你快睡吧，睡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趴下，好，剪刀手，手这样。手搭上去，好，真棒，妈妈，起来吧，妈妈起来，好，来，啪，好嘞，起来吧，来，妈妈，起来，吃个小饼干。好不好吃？好吃是不是？你长成没了，睡觉吧。不能偷吃哦，你现在在减肥哦，偷吃要剪掉胡须的哦。就不能说你两句，说你两句就生气。吃一个吧，就这一个啊，吃完了就不能再吃了哈。减肥吧，这东西得需要毅力，就很馋的时候吧，咱就别看，知道吧，连看都不看，知道吧，好不好？那别看，忍不住了你就睡觉，一睡着了吧就什么都不用想了。你老婆好看还是我老婆好看？你确定？嘿，你这是狗眼看人低，不是猫眼看人低呀。来，你看一眼，我老婆好看吧？是不是？瞎着咋的了？你起来了，去找个好人家吧，去。我就跟你们说，这个不吃，你来打我。这两口子，小鱼造型的一个 KK 猫饼干，他们两个的最爱。来，给谁？这个。
这个给谁？毛毛啊，给你老婆。好嘞，那这个给你吧。这个活动来了，小伙伴们， KK 的猫饼干活动力度非常之大，大于等于两包的，拍几包送几包，一包不送，好吧。来，展示你们的技能的时刻到了，开始。哎哎，好，哎，真棒，好，适口性非常高，左下角赶紧去看看吧。